再压一次，他桶里面脏了打火。是啊。对，我刚才听到响声了，桶里面脏了打火，你再压一次就好了。这个位置你看就薄了。嗯。重叠的地方肯定会薄啊，因为它压了两次嘛，就是尽量让它少重叠。刚刚剪都不用剪的啊，跟那就这样。就第二件的，剪还可以，不剪还可以。你说一个经验嘛，考别人嘛。要么你这个要求就比较简单。那位置老师。嗯，先压，对。重叠的是没办法，那个多压一次。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说，要是强的话，这里如果说，如果说，你先压完，压完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，先把它压好。这里就不收了，再压一次是吧？你再压一个。对。重叠了，它那个厚薄不一样，需要补刀的时候肯定要补刀。是。看一下，需要补刀的时候肯定补刀的。这长的也是，有的时候要补刀的话，这里就收了。